上昨天好像有示范的那个深蹲，今天可以再帮我们示范一下。没有，那你要看场合了，因为那时候刚好讲到我们要挺乐龄嘛，那就是乐龄的，就我们的银发长者也需要我们的全龄的运动，但是我们要强调说全龄的运动要有专人来指导，一方面能够增进我们的体力，那一方面也避免受伤。那晚上有可能揪总统一起吗？今天晚上场还比较轻松，可能性不高吧。有那样的 DNA 哈，那当然最好。那不知道现在还存在不存在了哈。部长，波波牙医的争议啊，昨天管妈脸书发文说这是其实是朝野共识，那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说好像是蓝白在抹黑。对，基本上我们在提出医师法41条的一个修正案嘛，哈，那希望把这个国外牙医师回来的，哈，这个门先把它关起来，哈，因为我们在人力上也是需要做适当的控制。那至于有提这附带决议，我还是强调我是反对的，好，但立法院做成的决议，好，但我们里面它是一个提醒建请嘛，好，所以但是我是反对的。部长，根据疫苗采购合约这保密协议的这个除外条款哦，监理机关像是这个监察院审计部，他说应该要让人民知道这个价格，那他算不算是监理机关，应该要公开？那要正式的来讲啊，哈，不是用嘴巴这样子讲，哈，还是要用公文正式的决议来。部长，那陈国首义的争议啊，黄珊刚说他写的他负责，但讲到陈国用万大县的经费来宣传，他是说经费预算由市府来收。他说什么首义他负责？没有，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陈国这样的一个费用花费是不是过大，那没有经过议会的监督是否不当。那应该就这方向来把它讲清楚。部长，因为现在也传出有万大县特别预算，其中有80万去来宣传成果，但是刚刚防护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块，因为他说要直接由市府来说明清楚。那你觉得他们应该要怎么说明？你说那80万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市府花出去的钱，当然如果在他手上里面花的，那当然也可以说明。但是现在他已经卸任了，那也许市府说明是更恰当。那又问靳总，那有在找了吗？有，当然有在找。部长想问一下双城论坛的部分，因为之前您提到过说，如果中心倒台，然后我们续办双城的话，会让世界觉得说首都市长不在乎这件事。那黄珊珊刚刚是表示说，台湾就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在怕什么？您觉得黄珊珊这番说法？我们当然是不惧嘛，哈，当然不畏不惧，但最主要、更重要的是你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世界明白台湾的一个态度，不要把讯息传达错误。我想在首都市长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才对。部长，我们一连两天靳总都在召开记者会打黄珊珊陈国的意图，是不是要操作气防？也没有，但是我想大概是议会这边就他们在监督市府的立场提出相关的建议跟考虑而已。好，想问一下，就是立委说高端疫苗二期临床试验合作厂商是一个中资公司，想问一下部长知道这件事情？我想应该一切都是照着法定的手续在进行。好，谢谢。想问一下，另外一部分是靳总这个吴思瑶他讲说目前的选情已经进到收尾的阶段，那目前的话是目前基本盘的部分选情比较稳定。没有，这是应该已经进到最后一个月了嘛，哈，剩下一个月时间，我想各阵营大家会持续的努力。那我们这边来讲，大概有几个方向，当然百工百业哈也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开了32场的后援会，那也聘了顾问大概3万多。那我们的各个议员的见面会也好，靳总的成立选举的一个合作的办公室的成立也好，都非常的热络。那我们晚上现在开了几场这个庙口开讲，那群众也都非常的有兴趣，那我们就持续努力。好，谢谢谢谢。那不能由中资代理，那高端为什么可以由中资来实验，是不是双标？它应该不是那个实验的部分，实验的部分应该是由高端自己在做，可能有一些。不过我想还是最后还是以卫生署说明为准好了。好，谢谢。最后一个黄兴成来替我们站台吗？
如果他愿意来，我当然很欢迎。嗨，好，谢谢，好，谢谢，嘿，谢谢。